丽莎就我会听你们，不用不用裁判，然后那边会问你们一些问题。还有十秒。还有五秒。OK， 好，现在不用不用再赶了。好，不用再赶，放下。放下。第一个问题，我刚刚念是谁的福音？举手。好，谁的福音？若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，谁还记得？这个是对若望第几章第几节？不要看哦。第几章？啊？15章1到8节。OK， 给他拍拍手。你看，他还记得哦。好，现在呢，谁还记得？啊，小朋友，你还记得了吗？知道了。OK， 若望福音。然后呢？谁还记得一句话对你非常重要？还是你记得是什么一句话？你还记得？不管是一句话，不管是两个字也好，一个字也好。啊，举手举手。如果不能一句话，那就是两个字；如果不能两个字，就是一个字，最少一个字哦。啊，一个字你们简单好，你记得什么字？什么树？葡萄树。葡萄树，对了 ，OK， 好。还记得呢？你记得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都不记得。材料里面没有呢。他不想看。你说这个？哦，火。哦，对，对了，好好，还有呢？哎，你看，他是有只眼哦，他还记得，他说有。他不需要一年级，不是 OK 好，一年级好，好，谁还记得？你怎么把别人这样说了？你记得那什么的？好，最近你讲。太好，他说你在我内，我在你内。好，还有谁？哎，小朋友啊，有只眼的，是不是？你记得呢？你记得什么？在里面。啊？在里面。好，有吗？我刚刚念了有没有？在里面。有，你们没有注意。好，我给大家摆摆手。有，好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啊，果实。啊，对了，对了，果实。还有呢？好好，有这些哎，一年级。一年级好。那你记得什么呢？树枝。树枝是不是？枝子。对了，对对对。就是75%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啊，你几年级？五年级。五年级，最少两句话。我知道。好好好，你告诉我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讲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，所有属于我而长果实的枝子，他便修剪出，已经长果实的枝子，他便剪掉，以便长出更多果实。”太好了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啊，后面的贝蒂，啊，贝蒂，你记得呢？我是谁？啊？我大吗？什么？我是。啊，大声一点。没有关系。大声一点。没有大。你记得吗？有。我是真的葡萄，是我父是园丁。哇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好。直接开口拍。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好，谁是六年级的？举手。举手 Monica 连一年级连你妹妹也会记得呢，那你呢？你记得是什么？我刚刚讲了。哎，我啥都没讲哎。好好，你讲，你记得什么？你跟讲，那你就赶快讲，加油。已经讲过，没关系。好，我给你20秒，想等一下给我讲。好，谁还有谁记得？还有谁？好呀，这个也要哭的这个小朋友，啊，你记得吗？你记得什么？分析，还有眼睛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来来。好好，注意听，好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大声一点。凡事信我的经文。哦，对。有吗？有没有？有。好，来拍手。好，还有没有？
手嘞？谁还没有？好，你有没有记得吴刚刚念的是什么？不是一句话，就是一个字，还是两个字？好，莫妮卡，莫妮卡知道了吗？莫妮卡，莫妮卡知道了吗？莫妮卡，他在淘汰。我给你已经二十秒了，没关系，二十秒可以看。什么？我刚刚念是什么？全部二十秒暂停。好，我再来一次，最后给你们十秒而已。好，一，他看看太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好啊，你看，一点九了。眼睛，对了，好，拜拜手，他是长，哎，谢小姐啊，谢小姐，你记得吗？什么人？要不要再看三秒？好，什么？一个字。好，你好。OK， 好，好，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个人，好。我是舞蹈术，你们是？等等，好，对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第一个。我们6月19号的时候，我会给你们机会要这个讲圣经故事比赛，所以谁想参加讲故事的？好，没错，好，你看有这个人讲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老师们会对非常，老师们会决定谁可以参加。好，现在注意听喽，好，小朋友现在看在这边喽。好，看这边哦，有一个小朋友六年级的，注意听，有一个小朋友六年级，他妈妈在煮饭，然后呢，他就拿一张纸，你在讲故事吗？然后呢，我在讲故事，然后呢，他就写在这个一张纸，他就说，妈妈，我已经帮忙照顾弟弟跟妹妹，那后面他说50块。他要跟妈妈算账，然后呢？好，第二个，他就说我已经帮忙你这个整理这个桌子吃饭的时候，那他就这个洗干净擦桌子，那他就说50块。哇！对，说已经多少了？已经多少了？100块。啊，很好。然后第三个，他就说。我也已经这个在外面有花园，然后呢，他就这个浇花，他就说50块，多少？150了啊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就说妈妈，我每天帮你的忙再加50块，现在多少？200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全部200块。然后呢，他妈妈就拿这个一张纸，他就说还过来。那他妈妈说，他就写好照顾你小朋友，我怀疑了你在肚子里面多久？你们在12月有吗？12个月，500块。谁知道你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多久？十个月。谁有其他的答案？好几年，这么干了好几年，好，300个月吗？300天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差不多9个月。啊，40周。是你们说的吗？40周啊。对，差不多。好，他说好，我怀孕了，你在我的肚子里面，我就说，免费。好，第二个，好，注意听哦，第二个，他就说。帮助你生病的时候，我掉了眼泪，我哭了，这个是免费。浪费水。现在多少了？免费。免费嘛，好。第三个，他就说我每天给你吃早餐、吃中餐、吃晚餐，这个多少？免费。然后呢，最后他就说我让你长大了，然后呢，付多少？免费，然后他就说全部是免费，那后来呢？这个后来呢？这个小朋友就感动，他就告诉他妈妈，
我真的很感动你这样子讲。然后呢，他怎么回答呢？他就再拿回来他的一张纸，刚刚他写，他就说，他怎么说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总共免费。总共免费？不是，谁猜得到？给50元。所以这个小朋友拿回来，妈妈已经写，他说免费，免费，免费，全部免费。然后呢，那个小朋友拿回来，免费。好。谁会知道答案？我会给你们领。他写什么呢？免费吗？还是200？免费两百。免费两百，还有呢？两百吗？啊？打折打折多少？打折200。哈哈哈。妈妈那边找妈妈免费，对对对，是对吗？对对。有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哈？给他答案呢？啊？花掉。啊？花掉。他说花掉。是吗？把他自己的挂掉，自己挂掉这个200是不是？他把他把什么？他把他每天写的200还回去，他每个把他好 OK 好，注意听注意听，可能这个对。好，你藏起来，你这样一下会不会对了？等一下我再告诉你。就是他把他每天说，我帮忙整理桌子，然后就写免费，然后跟妈妈一样都是写免费，然后手机也是。哦，他说，哎，所有的他写，他后面从50块，他就花掉，他就说免费免费，谁有这个答案？免费。好，正确的答案，注意听，他拿这个一张纸，他就写在那边，妈妈，你已经付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，妈妈，你已经付了，所以不用在这个200块，听得懂了。谁听得懂？举手。你们太棒了。所以，如果说耶稣在今天，他就说：“我在你们内，你们在我内，你们在结果实。”那这个果实是怎么样的？跟这个故事呢，必须有感恩，要谢谢爸爸妈妈，不要天天算账啊。所以说，我、哦、你看，哦，这个要付多少？付多少？你看妈妈那么可爱，她就说这个免费，这个免费，哪一个免费？全部免费。所以我喜欢9岁的小朋友要回家要反省，多少次你常常跟爸爸妈妈要求，有没有说妈妈谢谢？那今天很多老师们来跟你们在一起，也有感恩说哦谢谢老师，那有爸爸妈妈的来也说谢谢爸爸妈妈。不能天天你们做算账，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安静下来喽。好，现在安静下来喽。所以今天的福音就是要结果实，就是你们要感恩，要谢谢旁边的人，特别爸爸妈妈、老师们等等。好，现在安静下来。